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豆。昨天在我的努力下，终于走进了铁器时代，并且还建造了自己的小家。但是仅仅是铁器时代，这我肯定是不能满足的呀。怎么说也得来个钻石啥的嘛，我一定要成为正经家族第一个挖到钻石的人。你别妄想了，我已经挖了好几颗了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才是第一个挖到钻石的人。啥？你们这动作也太快了吧？那当不了第一，那我就争取做一个钻石最多的人了。对。这个钻石很久远，这一颗没找着啊！难道我的梦想即将破灭了吗？虽然没有钻石，但是有远古宝石也是不错的嘛。我的钻石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哪里见过你？在你刚才来的路上。什么路上？什么路上？哪里啊？脸皮子底下的钻石都看不见。鱼豆，就这样的钻石你都看不见？是，你还嘲笑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拥有了4个钻石了，现在就可以回家做出钻石去了。嗯？哎呀，这是干啥的？哎呀，地方角，求求你了，给我点木头吧。木头吧。啥时候木头都变成稀有物种了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反派你这也不行啊。鱼豆，我刚才下矿不小心掉岩浆里了，不行，是没有秘密啊。让你嘲笑我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。不要这么无情啊，最起码给我挖斧子吧。那你拿什么回报我呀？我这啥也没有，要不请吃锅包肉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一把斧子吧。哎呀，反派，你可别相信鱼豆啊，他就是个骗子，自己都那么穷了，还咋就不及你呀？去，你一边去！我东邪斗，我再穷，我这一把斧子还是有的吧？我手上的这一把给你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太善良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太善良了。你给我回来！这斧子是木头的，味道爆了。这样的还想骗我一盘锅包肉？我回来！我不管，你只说要给你斧子，你又没说要什么样的斧子啊！联机生存的第三天，成功的挖到了4颗钻石，还骗了……是换了一盘锅包肉。